什么呀？哦，虾米、胡萝卜、黄瓜、面包，还有黄汽水的吗？你是倒的黄汽水给他喝的啊？什么？倒的黄汽水给他喝的。哎呦，家里地方小，每次吃饭爸爸都得穿越。还是大碗有用啊。你们不觉得青猫胖了吗？啊，我觉得它越来越圆了。啊，但是这样角度拍起来好像又感觉好像挺年轻的。青猫，你猪到中年了，有什么要跟大家聊一下的吗？啊，闷口干饭。尾巴还一直在摇，是不是水少了呀？再烦我就打你哦。今天吃饭还挺秀气的嘛。哪是因为没有吃到小蛋糕啊？嗯，还好最近上海天气又回暖了，他出去都不用穿衣服了，就感觉是秋天。听说你眼睛睁开呀？哎呦呦，眼睛睁开，好不好，宝贝？是这个饭碗爱到你，爱到你是了。它后面那个饭碗要是有大号就好了，因为太小了，它只能喝喝水，吃吃面包。对，还是得靠这个大的。之前想把它帮它搞一个那个大的高脚盆，但是怕它会，因为都是陶瓷的，怕它敲碎。猪胆子可小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就高度正好，不累脖子。哎，有啊，吃好了吗？擦嘴，声控擦嘴。去吧。